张飞，不是陈飞，鲤鱼王，鲤鱼王，我叫你飞。哎哎，受控点，受控点。他这是还在跳哎，活蹦乱跳的那种哎，跳跳跳跳跳，用力，鲤鱼王用力。哎，对，来吧来吧。东西嘞，东西嘞，哦，出来了。啊！你怎么卡住了？你不要卡在洞里啊！出来，出来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帕路奇亚水龙吧？哦，好像还可以，水流尾，再一颗，好，血量压得不错。现在啊，我都每次我都忘记丢那个仙击球，每次我抓神兽我都会忘记丢大师球，我丢仙击球，你很重。帕路奇亚，你很重。哎，波导弹哦，很痒，这可以慢慢来。速度，挣脱了，再一颗潜水，可以扛哎。对啊，而且阿尔宙斯有自我再生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呀，轻轻松松啊，怎么简单啊，怎么这两只都这么简单啊，哎呀，太容易了吧？这只七回合。这一只两回合，哇，怎么都这么容易啊？哎呦，这两只怎么这么容易？然后凤凰跟洛奇亚都这么难抓，莫名其妙。这次好像花了四十几回合吧，两回合，七回合，来啦，让你们再取个名字。雅斯娜好像不错哎，啊，就雅斯娜，雅斯娜，反正它是仓管，我不会拿出来用。你觉得我们现在要开一个吗？开一个好了，有人在吗？我想打洞啊，我怕人不够啊。丢，好，先试两个，先试两个。下去，不准你踩这个洞，我不准，听到吗 ？B O B O， 再出凤凰啊！哇！哎呦，音乐来了，哎呦，满团，对呀，杰克罗姆要来了，杰克罗姆。地安西，不过蚂蚁好尴尬哦。弱妖不能用龙之波动，它是妖精系。极具原始，极具原始，极具原始，啊，怎么都失败。蚂蚁不可以用龙波，岩崩，哇，大家都弱岩呢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局不太妙啊。哇，这是要抹的哎、欸，大家都很痛苦，打不太动。哇，陨月倒了，陨月可以拍拍手了，自我再生，撞他，撞他！哇，三个人了，应该不认识了吧？纯净之躯，有啊，打倒了。这个来一个地暗系很重啊，哇，说个女孩子说她很重好像不是很妙哎、欸、就一般的高击球就好了吧。没了，零，我也是零啊。杰克罗姆，杰克罗姆，杰克罗姆来了，杰克罗姆要来了，盖欧卡，盖欧卡，你就回到你的 Ocean， 来这里干嘛？盖欧卡刚好飞过，这给音乐吧，给音乐几句，我几句没什么用。OK， 音乐几句话了，打两个盾，然后等一下会回成33%的血量。我想用潜水球抓、欸，抓到就赚，没抓到就算了。我等一下用一般星块刷一下好了，剩下的时间我们来刷。我要留一个星块之后再用啦，要力奇，鬼刚那力奇，好大只哦、喔，潜水球，好像也不能立什么。生日的时候再说，生日的时候再说，再说再说。Boy。碎了，零，
来吧来吧，42个，把它扔完，把它扔完。你是谁？小东西，百变怪耶，自己打一下好了。百变怪可以飞哦，你怎么不知道？这是我特殊改的啦。二手鲤鱼王可以飞是特殊活动。我觉得这时候大家都要装蒜了。他说没有啊，百变怪不是本来就可以飞吗？他有飞行属性呢，他可以飞很正常吧？哎，他好，百变怪会攻击了。哎呦，终于改了，上一个版本百变怪完全不会攻击，这一次终于会了。哦，顺着百变怪哦，鲤鱼王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差没有资格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说失败了，没事没事，大家不用惊慌。打赢了，用最棒的黑暗球。对，哦，该不会只有原本那个洞穴可以刷吧？剩13个了，逐渐不妙。都是虫欸，这个是土居人士吧？皮丘，皮丘，皮丘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啦，今天还是没有杰克鲁。还是没有。还是没有，我觉得我真的是私底下找，搞不好几率还比较高一点，说不定啦。这是什么？看不到。看来一天抓一只神兽就差不多了。好了好了，回家回家。难过的一天，等一下我私底下我再把那边箱子清一清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宝可梦伺服器生存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那如果喜欢杰克直播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订阅好小铃铛哦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子啦，休息休息。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，别吝啬你的喜欢，给我们一个鼓励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